哦，我就说上线就送十个珍宝，精华一的，能出一个金光，那我就连更一星期的视频，好不好？十五个，买不了了，买不了了，只能这样了。你们抽珍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，先把这些单个的都给抽了，这个不用设置。可以，先用这些蓝光给垫垫哈。然后这边，直接你看，行，这句话当我没说哈。这个，哦，这个愚人金好帅哦。哎，嗯，这个他怎么是这样写的？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怎么是这个一部旁加一个也？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称谓啊。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来，直接，金光。其实这两个紫皮我倒不是很喜欢，这种宫廷风太重了。这个金，这个有点像邮差的那个金皮，但是你说还是有点想要的。来一发，哎呀，来不花，还有一个号哈，架不住咱就是号多，不信大号不出，小号还不给了。三。二一，走你！再来不慌，啥也不想说，难过。